喂，石师傅啊，生日现在你是啷个一个筹办呢？生意突然不好的呀？疫情生意不好哈？我现在听起你那个语气的话，反正我感觉到你好像最近你也蛮困难的。啊，我就听他说的，他说你们现在生意可能上这个信息的发布那块遇到很大的困难，说交了3000多块钱呐，然后还一个电话都没接到啊。3000多块钱，搞了个季度不是热天啊，结果最热的几个月嘛，我说爸爸也懒得贴广告嘛，就在网上开了个短课，试了3个月，哎呀，没啥子效得。他说了两个号不得到外头去贴广告，他嘞，他就说他没贴，不晓得成功咋的，啷个又把你的手机号黑了咯？第一次呢，就喊他去撕了2万张广告，这都，我撕2万张啊！那个手机撕了嘞。撕了2万张。晓不得，反正撕了口子，我也不晓得好多张，反正就撕了。真的，我做那个单件包的老汉儿辛苦10几年，那是我个人我觉得最惭愧的地方，真的。我们公司来，你看不见。我那今天不就2万张广告的嘛？小李哥，我说今天办事，你说的，你准备给你撕好多张了吗？